谢谢大家，祝你们新年快乐！我是 Johnny Blue 蓝强，谢谢。感谢我们这位外国朋友。朋友们，今天站在世界华人春晚的舞台，由衷的感觉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作为一位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被全世界所接受和喜欢。 就说刚才那位外国朋友，他是地道的美国人，唱中国的歌曲唱得这么好，足以见得他热爱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影响广泛。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比比皆是。比如说我们的国粹有京剧、武术、中医药、书法等等许多瑰宝。我在2010年。
拜了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学习书法，今天来到了洛杉矶参加世界华人春晚，献上我一点心意，给大家展示一幅我的书法作品，有请。写的是回家过年。常言说，谢谢各位朋友，常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回家过年的时候是大家团聚的时刻，祖国的父老乡亲们惦记着我们海外的游子早点回家，可是我们好男儿志在四方，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华侨华人朋友们四海为家，我们今天欢聚一堂，不是一家人，但胜似一家亲，今天我们就跟回到了自己家里的怀抱一样，特别的温暖亲切。一幅作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也祝愿今天到场的和电视机前所有的朋友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我呢，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主持戏曲节目。大家知道，中国的戏曲艺术博大精深，有300多个剧种之多，幅员辽阔，每个地方的剧种啊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其实呢，好多朋友对中国的戏曲都特别热爱和熟悉，比如说黄梅戏，它发源于湖北的黄梅县，兴盛在安徽，后来成为全国大小妇孺皆知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剧种。那么黄梅戏当中有好多经典的剧目，有一出神话剧叫《天仙配》，展现了勤劳朴实的董永和一个仙女儿，哎，七仙女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今天呢，来到了洛杉矶，我呢学唱一段黄梅戏，请上一位美丽可爱的安徽姑娘，叫汪婷婷，共同为大家带来黄梅戏当中夫妻双双把家还一段，有请婷婷。欢迎婷婷。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婷婷是安徽人。对。安徽什么地方？安徽芜湖。哦，喜欢黄梅戏有多久？嗯，就很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听黄梅戏。是吗？对。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奉献给我们所有的电视观众和现场的各位嘉宾，好不好？好。好，请放音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婷婷，谢谢，也感谢各位，谢谢大家。